接下来是天机双白真诚问答开始。如果你跟我互换长相，你愿意吗？可以，除了皮肤以外。好狠！换你。你觉得我最适合什么发色？什么都可以，但绝对不是你头上这颗。哇，我们现在这样子玩了是吗？最喜欢的发色是什么？咖啡吧，就是我头上的咖啡。OK OK 。你觉得我哪里最帅？你有很多选择。身材。如果粉丝将你叫成我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就是很客气的说啊，你叫错了，那是小白，我是大白。OK， 好。这也可以，这可以。这一组合里，你的颜值排名第几？第三。这组合里，我的颜值排名第几？第四。我不知道。那第一名是谁？没有，我只是想。我还没有想，我没有那么，只是想要谦虚一点点，然后不敢讲前面，就是吃火锅必须要点什么？不辣的，不辣的什么吗？不辣的猪肚，吃火锅点猪肚鸡。猪肚鸡？你确定你是火锅界的吃货吗？我喜欢点羊肉，羊肉好。你真是说那如果你把你自己当成一个火锅底的话，你觉得你是什么味道呢？无味。反正不辣就好了。嗯，清汤。清汤。清。如果你有妹妹，你会介绍组合里的谁给她认识？哇，这个问题我好感兴趣哦。我觉得我会介绍给子红。哦。为什么不是博晨？博晨呢？对啊。我想要我觉得博晨只会带她去玩，可能不会聊一些正经的事情哎。哦，意思就是说博晨不是一个正经的人，我没有这样子说，但我没有我没有否认了。我很想要认真谈一个会讲英文的女朋友啊。自拍最爱找什么角度呢？示范一个啊，那个斜45度。Yeah， 这样哦。外出工和谁一个房间你最开心？拜拜。外出工之最不想和谁一个房间？好像行动已经告诉我们了。明杰，啊、哦，对，啊、你确定吗？你对着镜头再说一遍。明杰，那只是因为，就是听说他在那个睡觉的时候会有梦，会梦游，是。就是、对，然后他会挥拳之类的。这有点可怕。对，有点可怕。你打游戏时，我打电话给你，你会接吗？先打完再接啊。可能这盘还要再20分钟以上，然后我已经打给你两次，你都挂了，或者没接，怎么办？你还会第三次会接吗？我会一边接一边打。这合理。万一就是手机呢？应该就是意思是你是手机游戏中。我发现这环好认真哦，他一直执迷在那个点，是夸张，迷之执念感觉是。我有点打完。好。摆一个最帅的 pose。来3、2、1，秀！你这是这不是炸鸡？我们 sorry， 我的错，我没克好你。炸鸡，我没克好你，好来来来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哇、哦、哇！用三个词来形容我的腿。我的腿，美长，短丑。屁呀、啊！长什么？精致，什么意思？我不是，你确定你是在欣赏腿，还是这样讲？你的毛很长吗？我不知道。那摄影就会拍我们的脚毛啊，很干，很干。我觉得那个点有点奇怪。我没有形容一个人的腿过，尤其是一个男生的腿。那你形容他整个人好了，三个词来形容。身体嘛。灵活就是灵活，你在说人什么形容身体？性。如果你非要形容他的身体，我也没有意见。性格啊，感觉好腐啊，脸要红了。形容他的身体，调皮，聪明，其实蛮聪明的。嗯，返回来了。
到底还想说什么？幽默。OK， 好，好。这说的是个人魅力。伯权他都没夸你帅。啊、对哦，你又说不能外表，又说要里面的，还一直在说我们的内在，你要再猜我们的 CP， 很多人想猜我们的 CP。如果你和我一起穿越，你想穿越到什么朝代呢？哦，我不想穿越到什么朝代，我想穿越到那个未来，还在用就是非常古的，还是那个新石器时代，原始时期，因为那个时代，我们俩可以去那边称王。你说钻木取火那一种？对对对，我们可以去那边称王，我们只要看到喜欢的人，一棍打晕他带回家。哦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一八几的人，一定那个时候的人应该也比较矮嘛。我们一定可以设什么陷阱，我们一定比他们聪明的啦。啊，对对对对，放心啊。我觉得你们的想法真的好好哦。他们两个人的点特别励志，就在那个年代，看到喜欢的女人就一棒打晕吧带回家，真的很励志。你这种是暴力追女友的方式哎，我的妈呀！可是我还是要跟他讲我爱他的，我爱你。锁定搜狐视频，暴走吧 idol， 我是易博神，我是马正文，我们在这里等你哦。